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是，不是说什么用啊？对，要不然，啊，大大家家好，好，我也说，别整带字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看，说人，你别，下面用你来说，干啥？你说吧。那红秧子菌后面你得介绍一下呀。这个红秧子晒了已经有半个月了哈。准备把这个晒干的红薯秧子放到那个房子里边养，准备冬天吃。明天准备在，不是明天了，今天一会儿把这红秧子拉到屋里之后，去割一些新的红秧子再晒，多储存点这个红秧子是吧？对对对。干活。干的没人大啊！人家干做好几趟的事儿，这是都这大都标准，都是标准的啊。反正这个够养挺的，都弄点够养。对，咱羊会上车子。啊？羊上车子。准备前面啊。走。快点，别说话啊。一会儿都弄那些了，这在漩涡，要来上去踩踩的。哎，不踩了，就这样吧。你踩碎完了我。这做做的咋样？我做的。你做的？那我一点没干吗？干了干了，咱俩应该说咱俩一块儿做的，我坚称我做的。看吧啊，拉了几大车啊，晒干就剩那些啊，而且还没上去踩的，这一摸按见我得按见我。选的很，选的很啊，没多少东西啊，这羊吃的话，顶多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啊，而且还生着喂。我喂的多的话，这一半个月都喂完了，不够吃的这，还得继续拉。明个看谁家地里面还有，咱继续再拉一点呗。还没啦，一会儿都去拉去，一会儿都去拉去。谁也有啊？现在，现红的都出来，现在咱拉一会儿，这也不够吃的。那也行。明儿啥时候喂个驴？驴也吃这玩意儿。驴可吃哎。驴吃，没事养驴喂你骑着熊猫人骑着玩。去你的吧！走，今儿到这了啊，红秧子拉完了，晒了有半个月了，终于晒干了。走，关门。